走遍，能否永远如丝眷恋？爱未搁浅，浩瀚青天，偏爱逐月，君知否？家吗？我怎么回来了？是你？我十八岁后的命运是你改变的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大妖怪躲进五阳侯府，还真是波澜壮阔的人生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，让我遇到了陆离。是吗？你已不是他。我就是他。你要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自己看。一个悲悯苍天，一个祸乱三界，你早已不是他。这两个人是？陆离，你看到了吗？是我。亲手杀你，留手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对，这是幻境。陆离，这一定是幻境。这都是假象。
我要出去。你们两个怎么样？都还好吧？方才冲破幻境完成试炼的是谁？是我吗？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啊。陆离，是你吧？不是我，是你。从灵火到地草，再从地草到抱月剑，事实已经证明你比任何人都适合拔剑。既然这样，柳梢去拔剑，由你来继承武阳侯之位。不可能吧，你是嫁给武阳侯？主上，这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无敌。我信得过你。谢主上。这半株地草送给你。可主上，可这不是您续命的地草吗？续我一人之命，远不如续人间之未来。弟子领命。本侯希望这枚地草可以助柳梢灵力大增，拔出抱月剑。从此我人界只跪父母君上，不再受他族钳制。弟子领命，平妖护众生。主上，武阳侯那两名弟子从抱月台出来了，听说那位女弟子通过了抱月剑试炼。也就是说，他还真有可能拔出抱月剑。兄长不错嘛。你说他叫什么来着？柳梢。看来这三界不会再平静了。这三界啊，从来就没有平静过，闹腾一些对我们也没有坏处，对吗？我看到那个仙人竟然是你的样子，那是抱月剑制造出来的幻觉，对吧？你看到的是我。啊？因为我知道当时你也困在里面，所以就利用你我相克的力量逼出你的潜力，破坏幻境。你就不怕把我掐死啊？
我怕，我当然害怕，但是我更担心我们俩过不了这法阵，真的会死在里面。嗯，你要是不解气的话，来，你掐我，掐。我才不要掐你呢，我怕脏了我的手。如果你敢欺骗我的话，我就拔出抱月剑捅了你。陆离，你看到了吗？他注定会亲手杀你。不对，我那是看到的，抱月剑明明在反噬妖灵上身。六手八剑真的没有问题吗？陆离，想什么呢？没事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拔剑？主上让我今夜炼化地草之力，明日午时，浩然之气最盛的时候拔剑。为了你，也为了我自己，我一定会拔出抱月剑的。好，我有事要出府一趟，等我回来。你记住，一定要等我回来再拔剑，知道吗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当然会等你啦。陆离怎么了？抱月剑为什么要让我看到陆离样子的仙人？师父，柳梢已通过五阳侯府的终极试炼，相信他能拔出抱月剑。很好。我这次回来是想请教师父，柳梢拔抱月剑会有危险吗？抱月剑乃上神所留之剑，怎么会有危险呢？那师父可知道，抱月剑的终极试炼是什么？一柄剑的试炼而已，缺少了主人的掌控，无非也就是虚假幻象迷惑人心罢了。可是这幻境的出现就像梦境一样，要么源于自己的记忆，要么源于剑的记忆。在我的幻想里，柳梢以抱月剑杀我，但自己却遭遇反噬。万年前的剑，怎会有你二人的记忆？所以说，幻象里只是带入了我们两个人的脸，那其实是抱月剑以双神的记忆制造出的幻象，并不完全真实。但是其中有一个点不会错，如果连药灵上神都曾被抱月剑反噬的话，那柳梢呢？柳梢会不会有危险？只要不动真元，就不会遭遇反噬。柳梢想拔抱月剑，怎么可能不动真元？师父，你还有没有？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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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在师弟的房间只找到这个。只能活一个，我只会选我的徒弟。
你记住，一定要等我回来再拔剑，知道吗？陆离还不回来？我想拔抱月剑。好，我帮你。刘超。啊。其实我想拔抱月剑，还有一个原因。我要弄清楚我的身世。你那么想要抱月剑，为何迟迟不归？你以为他是真心待你吗？他不过是想要你帮他拔出抱月剑而已。我们的师父都是卢生，柳少，原来他没有告诉你啊。看来他还是有很多事情都瞒着你的。他是不是真的瞒了我什么？大哥真没回来，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见人影。怎么可能？柳梢拔剑是何等的大事，他怎么这个时候没了影啊？我隐约觉得陆离出了问题。那我再去找找。嗯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走走走，走了。陆离没告诉你的事多了。师姐不用担心，咱们只需要再忍耐一忍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。等他拿到抱月剑之后，我绝不可能再理那个女人。我知道，你我青梅竹马的情谊，其实那个柳梢能比的。只不过，为了赢取他的依赖，你真是辛苦了。等他拔出抱月剑之后，我就直接献上夺剑。再告他勾结妖精，意图谋反，如何？陆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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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人呢？是不是你又耍什么手段，找人假扮他？什么陆离？陆师弟在哪儿啊？你跟陆师弟这么熟，我怎么可能找人假扮他呢？那他人。是陆离的前台。陆离，陆离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解释清楚！陆离，你给我出来！本侯会亲自在府外为你守护。谢主上。你记住，一定要等我回来再拔剑。等他拔出抱月剑之后，我就直接现身夺剑。陆离，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不行，我要静下心来，先拔出抱月剑。
药灵上神留下的封印，可是我要怎么破？难道需要我体内的真元？今以我神元，封抱月剑于此，千年万年，非得我神元者，不得触碰。原来我是打开药灵封印的钥匙。快放下！药灵神元重现人间，也不知是福还是祸啊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阳光竟然能直射入海底，这是千年不万年都未曾有过的异象啊。天怎么会有如此异象？这是琉璃果，婆娑术居然能突破妖境的限制，汇出天地灵气的琉璃果。你的小仙女还真拔出了抱月剑吗？柳少，凡事不能让柳少继续拿着剑。他不过是想让你帮他拔出抱月剑而已。柳少，别过来！你是来拿抱月剑的吗？你把抱月剑给我，你经不起他的反噬。
我经不起。你这经得起吗？对不起。其实师弟，恭喜你得到了抱月剑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忘了，你答应过师父，说我们拿到抱月剑就会回去。如今你已经完成了任务，我们也可以回去交差了。白凤，请你自重。我和柳梢的事和你没关系。你都已经拿到了剑，还装什么装呀？你不好好想想，因为这个女人，你让我受了多少委屈？你说什么？所以你只是为了抱月剑是吗？罗琳，你一直在利用我。你别听他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之前在婆娑树下发过誓的，那千万朵凤眼莲可以作证的。柳梢，他想要的只是这把抱月剑，因为只有你能解封这把抱月剑，所以他才会对你这么好。所以，我没有。抱月剑中出现的幻境才是真的。你一直都在利用我，你一直都在杀我。我从没想过伤害你。你就别再为难师弟了，他确实不用亲手伤害你。你可知道，你与抱月剑灵力相克，拔出抱月剑的结果，只有你死。别挑拨了，柳梢不会死的。我不会让他死。把剑还给我。柳梢，此剑你碰不得。我没有，我从没想过抢你钱。都是为了金钱，只要拿到抱月剑，我绝不可能再理那个女人的，我就直接现身夺剑。不要！
你走开！他都把你害成这样了，你还有心思管他？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陆离才会对我这样。刘少，不要！真是有意思极了，这是准备把抱月剑带回我济水族吗？陆离，刘少，刘少。马上召集人手，务必找到陆离跟柳梢，别的也就罢了，绝不能让抱月剑落在为非作歹的妖人手里。是。我望相思遥寄亭外的云间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。等他拿到抱月剑之后，我绝对不可能再给那个女人。你是为了抱月剑吗？我就是来拿抱月剑。柳少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抢你东西的。陆离，不要抢我的宝玉剑。柳少，我是贺娜。陆离，
钟林，你又要去找柳少？我绝不允许你去找他，你自身都难保了，跟我回去见师父，不然丢了抱月剑，你跟柳少都脱不了干系。我先带你去避避风头，就算你找到他又能怎么样？他会把剑给你吗？会吗？我与他的事本就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？什么叫做与我无关？我对你的心意你应该知晓吧。你的心是怎样的本就与我无关，但是你若伤害到刘少，便就是与我有关，我不会原谅你。你就这么喜欢他吗？是。可惜你们注定不会在一起，噬魂钟会要了你的命，抱月剑则会要了他的命。你就听师姐的吧，师姐也是为了你好。抱月剑，抱月剑的灵力竟会反噬柳少。这不是简单的发气反噬，柳少的灵力竟如此特殊，可为何反而是他能拔出抱月剑？抱月剑会要柳少的命，原来你一早就知道，这对柳少太不公平。柳少今日所受之苦，是应帮我拔剑而起。我要去问问师父，他到底想做什么。去为了又能怎样？柳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因为他曾亲眼看见我和你一起密谋害他，是吗？师姐，你如此周密谋划，不就是希望柳少产生误会？可他看见了什么？他亲眼看到的你是你，他亲眼看到的我是我吗？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仙翁。抱月剑已经被柳韶拔出，但随后他便与另一名弟子陆离一同失踪，至今没有下落。我已派多人出府查找，发现此事好像与妖界有关。抱月剑已出，他所牵扯的恩怨纠葛非我等所能掌控，先不要理会他，等等吧。等？等什么？等一个能够掌控他的上仙出现。是。仙君不是已经万年未出上神，千年未出上仙了吗？万无仙梦的弟子洛歌仙君，据说是无相天资，有修成上神的潜力。如今他正闭关，冲击上仙之位。这样看来，洛歌应该很快就能修成上仙了。仙居之首，
柳少只是一个凡间女子，却会被月光上神的抱怨剑反噬，还能不受苗影帝的影响？柳少，你的身上藏了多少秘密？上神神器的反噬，我也无能为力。我能帮你的，只有这么多。这个柳梢是真的没救了吗？最起码以我们妖精的能力，是没办法救他。既如此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阿福将军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兄长好像对他有点意思，总在他身上浪费时间，看了我就烦。虽然我不待见他，可是他身上的抱月剑还是有一点用的。抱月剑系在我腰阙，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。不要听我们结局。